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Rita。上个星期做了一桌年菜，大家觉得很实用。那这个礼拜呢，我把食材费用提高了一些，控制在1299，一样是五菜一汤一甜点。打算自己煮年菜的妈妈们呢，这支影片也不要错过喽。第一道，我们来做醉鸡。考虑到有些家庭全鸡一餐吃不完，又不想一直重复热菜，醉鸡呢，吃多少切多少就是一个蛮好的选择。在鸡肉上面划几刀，方便入味。这是防土鸡的鸡腿，早上在市场买的，正好一台斤180元。买的时候请老板帮忙去骨，这样回来做就很容易啦。加一点盐巴、绍兴酒、葱和姜，帮鸡肉按摩一下，腌15分钟。我也还有一支醉虾的影片，详细的做法连结我也一起放在资讯栏里。对啊，我先把鱿鱼泡下去。那、啊、今年是龙年，我可以剪龙的图案吗？好啊，我来找哈、好。你有看不懂哪里要剪的吗？没有。还是你觉得线条哪里应该要修整一下，让你知道哪一条线条比较明显？我自己修整。你自己修整？我会修。你慢慢剪就好哦。要剪漂亮哦。妈妈。你花那个今年没有春哦。今年没有，这是花。你这是什么姿势啦？姿势。怎么样？抱平。很漂亮哎、欸！妈妈喜欢这种剪起来比较饱满的、线条很多的这一种。很不错吧？有点冬天的感觉。为什么是冬天？因为是雪花。哪里像雪花？这是花哎、欸！只要这样子而已。对对对对，角落糊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这边，那还有哪里？再检查一下。妈妈。那边没粘到。好，等一下哦。粘好了。对啊。好的。欣赏一下，真美丽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第二道做无锡排骨。
排骨清洗干净之后，冷水下锅穿烫。无锡排骨需要炒糖色，然后炖煮的时间比较久，所以我们先做。那排骨的料理有很多种，像是蜜汁排骨、橙汁排骨，我也会把这些影片连结整理好放在资讯栏，方便大家换着做。穿烫好的排骨洗干净以后，把它擦干，放到糖色里才不会油爆。这些有一台斤240元。趁着炖煮无锡排骨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做今天的甜点心太软。那主要用到就是红枣，把红枣清洗干净之后，在中间划一刀，然后用剪刀把籽取出来，像这样。心太软的内馅用的是糯米粉，那因为红枣的甜分已经很高了，我们这边就不加糖。可以的话加一点奶粉，奶粉的作用是平衡糯米粉的味道。用温水混拌均匀，稍微揉一下就会成团。捏一小团，大概3公克，然后放进红枣里，加一颗就好啦。今天做了16个，食材成本不到20块，先放着，要上桌之前再蒸10分钟就可以了。萝卜糕一样先煎好再混拌味道，除了现在要做的金沙口味，还有一款辣的。那详细的做法我一样放在资讯栏里，大家可以趁着过年变化一下口味哦。炖煮1个半小时了，大火收汁之前，排骨夹到另外一个锅子里，酱汁过滤一下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会比较干净。酱汁收到这样的浓稠度，无锡排骨就完成啦。
接下来第五道是汤品，我们来做古早味的螺肉鱿鱼蒜，做法很简单，只是要切的食材比较多。跟着我的顺序下锅，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完成哦。螺肉罐头75元，先把螺肉跟汤汁分开。干鱿鱼1台斤700元，这一只比较小，花了80元。泡水3个小时以上，皮就会很好剥掉。汤沸腾了，小火炖煮30分钟。上桌前再加芹菜跟蒜苗，这一道的花费大概330元。第六道就简单一点，我们煎一条鱼。可以看到这一尾鱼鳍是黄色的，它叫做金鲳，价格比白鲳便宜，这一尾149元。最后一道做柠檬酸味虾，做法也很简单。虾子先开背取肠泥，然后把配料准备好，锅里多加一点油，先炸蒜片，这样就会得到大蒜风味油啦。这一道食材费用180元，详细做法的影片连结在资讯栏。
醉鸡从早上到现在也已经浸泡八个小时，提前做好，浸泡一天以上会更入味哦。今天食材总花费不超过1299，这样的组合你会喜欢吗？这里有胡椒粉，来吧，好，吃吧吃吧，哇，好喝哦，好久没喝这个味道了。虾子一看就很好吃，今天虾子很大只。对啊，哇，萝卜糕。妈妈，你要煮饭吗？我觉得这个虾子很下饭耶。有啦，你要吃饭哦。我今天有萝卜糕哎，菜那么多。哦，那就吃萝卜糕就好了。我来吃一下这一次我做的醉鸡怎么样？我要一块。好，有一种独特的香味。独特的香味。对啊。不会啦，你们要吃，我还特地把绍兴酒煮过了。这样吃，你们过年会不会不想吃这些菜了？不会啊，其他的。你们两个都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努力的成果吗？我看到了，那里新的窗户啊。对啊。你应该说是画的人很厉害，所以才有办法剪出这么漂亮的图案。你吗？你吗？是啊，是啊。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厉害鱼是不是要留一口？过年的时候不是留一口啦，是留头尾啦。留一口干嘛？留一口。留一口有鱼。留头尾要有头有尾。阿嬷说初五才可以吃头尾。那初五那个鱼头鱼尾不会坏掉吗？哦，没有冰箱啊，冰起来啊，你搞笑了，发霉了。老大来，酸掉。你要挤下柠檬汁水才酸掉。才不会。下礼拜就过年了，我们是不是要来打扫一下？你们的房间很可怕的，房间很干净。用手。等一下会飞出去。真的会飞。哦，你这个醉鸡，你干嘛这样子弄啊？这样很不，这样你就品一种口味，虾醉鸡。这样就品尝不到醉鸡的口那个味道啦。太虾了，虾醉鸡嘞，你太虾了吧？煎制两面精华。好吃。我儿子又来了，他很喜欢去你那里。我觉得我有拍照。真的掉了，可以啊，红烧肉片。没有旁边直接放一盆，然后老大来一颗。这个要一口吃下去，里面是马吉，你才可以感受到整个融合的味道。这样就会特别好吃。但是我是分开吃的，一整颗。左边是马吉，右边是红烧。最好自己分开了。哎、欸，真的。